现在是7月中旬，这里是安省的一个中等城市，叫哈密尔顿。今天我们来看看眼前这个小灌木。朋友你好，我是时珍，这是个养花园艺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。先看一下这个灌木的全景，你看直不隆登的，就是张牙舞爪有一点，然后它的叶子有点像蕨类，很高大的蕨类。从它的尺寸看呢，它已经是它的成年高度大概一人高左右，一人多高。不到2米，它的观赏点呢，就是它的叶子形状，再加上它叶子的颜色，仔细看，发黄、金黄色、绿里透黄，这个叫英文通常叫它 lime green。而有些叶子呢，如果阳光充足，这个位置阳光不太足哈，大概也就是不到半天的日照，如果阳光充足，全日照，它所有的新叶子都是金黄，黄里透红。那么它到了秋天呢，也是它一个很大的欣赏点，它叶子会变成橘黄色、橘红色，就是变成这个颜色。这个是 daylily 萱草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植物呢喜欢阳光，你要家里有一块空地，阳光充足，然后又比较干旱，不喜欢浇水的话，懒得浇水的话，你就种这么一棵，可以给你的花园增色不少。那么它扎根以后啊，就非常的耐旱，都几乎可以不用浇水。看见这个小家伙了吗？小兔子白又白，有一只小狗在追它。那么从它这个形状高矮来看呢，你可以给它配低矮的植物。现在它前面开白花的这个是锥形绣球，这是矮品种的锥形绣球。也可以配这种萱草 daylily 高大的，然后和它形成一个反差。像这种苏玛卡，只有它自己也很漂亮。不是所有的苏玛都有这么好的花园装饰作用，这是一个特殊品种，叫做 Tiger Eyes， 老虎眼睛。我们普通见到苏玛很常见哈，在多伦多地区高速两旁有很多普通的高大的，大概有2-3米高。这个苏玛都有耐旱作用，而且串根，就是普通苏玛串根串得特别厉害，而这种呢，它不串根儿。或者它串根串的并不厉害，你看刚说的不串根出来露个小脑袋让我看。好了，这个花园的小装饰植物、小树、灌木，今天就说这么多。欢迎全网搜索时珍家花名，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。这是一个养花园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